川金会破局，美股早盘跌逾150点。美国总统川普24日取消了下月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议的计划。受此利空冲击，美股道琼工业指数早盘跌幅扩大至 0.7%， 错跌 169.3 点，报 24717.51 点。川普致函金正恩说，他非常期待和金正恩会面，但现在并不是个适当时机举行计划中的会谈。他并提到平壤当局近期声明中充满极度愤怒和公开敌意。